娱乐自责看，天天都要看。李曼是一个特别有名的女星，有着漂亮的脸蛋和近乎完美的身材，在满城尽带黄金甲中脱颖而出。大家都知道她是张艺谋的干女儿，她的成功多半也是依靠着自己的干爹。李曼从小就开始学习舞蹈，舞蹈功底特别的好，再加上她还是中戏毕业的，也是特别有能力的人了。张艺谋当年只见过李曼三次面，就把满城尽带黄金甲的一个角色交给了她。当年她好像还在上学，之后她的事业就越发的红火了，还演过张艺谋主持电影的女一号，后来红遍了大江南北。现在的她长相更加的甜美了，清纯的脸庞特别惹人爱。李曼和洪天照拍摄电视剧《少林僧兵》而结缘相识的，两个人就慢慢的走向了爱情，越来越甜蜜，两个人的关系一直都很好。娱乐自责看，天天都要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映雪。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节目《娱乐最早看》，那就请多多评论点赞吧，也可以点击下面的关注订阅我们，我们每天都会更新哦。我们老板说了，只要你们多评论点赞一次，我的工资就可以涨一分钱，一分钱哦。各位大佬们，祝你们天